阿公阿嬷们吃得津津有味，边聊天闲话家常。这里是埔里镇蓝城社区的爱心厨房，每个礼拜一到五提供中餐，让弱势长辈免费享用。其他的长辈每餐也只着收15元。足好个啊，足好食，真真好啊，啊真济人啊，真济人安尼足好啊，啊讲话足轻松个，大家拢足好，大家拢真好啦，真好啦。你厝哦，我家己煮饲料，较大点啊，食了嘛较好食啊，啊无家己一个吼，搁煮真麻烦呢。蓝城社区老人厨房是由里长黄金生自掏腰包，并发动社区民众募集资金及物资而推动。服务对象以独居及弱势长辈为主，受到相当多人的肯定。去年度也获得内政部公产英语回馈金补助经费。每个礼拜五有近30位社区长辈一同共进午餐。咱这是社区的厨房，一部分就是讲真济吼，那村里囡仔拢无人伫，有村济寡老伙啊。两阿母伫遮，啊，所以讲有当时因会食，逐项较无方便。啊，咱厨房的部分就是讲，若较无方便的吼，有方便伊会来遮食，啊，无方便咱就讲有诶身体老会较无遐好，啊，咱就我都传去伊存遮回家安尼啦吼。虽然收费相当便宜，不过菜色可是一点也不马虎。议员廖志成除了肯定蓝城社区推动老人福利的用心之外，也期盼借此能够提供镇内其他社区良好的典范，让地方上的高龄长者可以得到更妥善的照顾。现在老人化的社会就是说要提供在社区在地化的服务，啊，我感觉这上好就是说，因为每一个家庭大家都互相有熟悉，不管在家庭遇到的事情啊，是所有会当透过这爱心厨房做伙的时候，大家互相来关心啊，互相来去倒卡手吼，啊，我想这是一个啊互助上好的一个方式吼，啊，而且南城的这个爱心厨房吼啊做了也真好吼，值得各社区吼各村里当吼来推广吼，那你这个爱心厨房呢？社区推动爱心厨房，让长辈们吃得健康，也让外出工作无法兼顾长辈饮食的子女能够安心看到长辈们脸上的笑容。就是社区人员及志工们最大的收获。民意新闻，洪以伦，埔里采访报道。